作为全球第二款搭载完整应用寸的手机，X90 Pro 加可谓是万众瞩目啊！不止如此，它的摄像头配置甚至还要强于堆料狂魔小米 12S Ultra。那么这样的配置配上大家印象中数码味儿比较重的 vivo 算法，表现会怎么样呢？大家好，我是阿周，欢迎来到 X90 Pro 加深度影像解析。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最直观判断它好不好看的因素是什么呢？色彩。小米 12S Ultra 通过徕卡经典可谓是一战封神啊，直接颠覆了之前所有不好的印象。这次 X90 Pro 加自然也要做出进步。默认的鲜明色彩相比于上代，不会因为天空蓝而让整个画面都跟着偏蓝。可以注意对面的大楼、眼前的马路，X90 Pro 加基本是能保证颜色准确性的。蔡司自然色进步就更大了，不同于上代只是在偏蓝的基础上降低饱和度，这代是能准确还原出色彩的，不会有那种又暗淡又偏蓝，观感特别差的感觉。同时，在面对红色、黄色这种鲜明的颜色时，X90 Pro 加也能还原出颜色本身，而不是硬生生压低饱和度，让画面看起来非常寡淡。那么这两种色彩哪个更好呢？在有蓝天的场景下，鲜明色彩虽然没有整体偏蓝了，但天空还是蓝得有些过分，依然有些饱和度战士，看起来比较塑料。而且自带相册是没法正常显示这种蓝天的，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色彩断层。蔡司自然色就没这个问题，所以在有蓝天的场景下，还是推荐开启蔡司自然色。对比主流的色彩来看，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算比较正常的。不过它也不是万能的，有点苹果的味道，色彩还原很准很稳，但相对寡淡，没有惊艳的感觉。比如看这几组室内的样张，明显会感觉出蔡司自然色像掉色了一样，所以在没有蓝天的情况下，更推荐开启默认的鲜明色彩。那么 X90 Pro 加目前的色彩跟小米的徕卡、华为的 X Mage 比，表现会怎么样呢？三张照片对比中 12S Ultra 和 Mate 50 Pro 都有浓厚的色彩风格，尤其是 Mate 50 Pro 的 X Mage 能很好的还原出阳光照射的感觉，非常的讨喜。相比之下 ，X90 Pro 加的暗部拉得太亮了，画面看起来比较平，还是存在不少差距的。到室内开启鲜明色彩，偏亮的问题没有室外那么明显了，已经能跟 X Mage 比划比划了。不过对比徕卡经典还是有不少差距，在室内这个徕卡经典简直就是领域展开呀。12S Ultra 这种观感到现在依然还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的耐看。总体来说 ，X90 Pro 加的色彩是有进步的，现在不偏蓝不偏暗，绝对算不上短板了。但相较于小米和华为，大部分场景都缺少抓住眼球的能力，唯一一个抓眼的场景是在多云情况下开启鲜明色彩，这个时候天空的纹理会更加清晰，效果是更震撼的，其他时候只能说中庸。终于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点啊，主摄，同为一英寸的989啊， vivo 比小米还激进，直接给了 1.75 的大光圈，也变成目前所有手机中等效光圈最大的。有多夸张呢？在拍人的时候不用怼成大头照，就能有接近相机拍出来的虚化了。这种光学层面带来的景深效果是目前算法无法企及的。同时在拍摄前景虚化时， X90 Pro 加也会比 12S Ultra 更加震撼。当然更大的光圈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像拍这种实物的特写，因为光圈太大，景深特别浅，基本只有一个点是清晰的，其他全被虚化了。而拍远景时，边缘画质的劣化也会更加严重。对比同是989的 12S Ultra， 边缘的标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劣化，而同一张图的中心画质却和边缘表现完全不同，这就是等效光圈太大所带来的副作用。那么 X90 Pro 加有没有带来更好的中心画质呢？对比之前先说一下锐化的问题，大家不要把它妖魔化啊，适当的锐化是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锐利的，这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就像加在咖啡里的糖，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讨厌，当然糖加多了谁都受不了，所以大家抗拒的不应该是锐化，而是过度锐化。我们回到正题啊，这种熊熊的对比中， X90 Pro 加看起来更锐利一些，但锐化也更重一些，两张属于不同的方向，没法说谁好谁坏，只能说各有优势。那说到这儿， X90 Pro 加光圈开那么大，画质却只能跟 12S Ultra 旗鼓相当，是否得不偿失呢？没那么简单，虽然画质拉不开差距，但在动态范围方面， X90 Pro 加有着明显的优势，
比如这组对比中，我们不用揪着暗部的细节啊，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来看中灰的画面中心部分， 12S Ultra 因为动态范围不足，画面出现了轻微的过曝，噪点增多，画质也跟着出现了一定的劣化。而 X90 Pro 加得益于更大的光圈和更好的镀膜，表现就好了很多，画面看起来更加自然。再来看这组也是相同啊，由于动态范围的不足， 12S Ultra 整体出现了一定的偏色，而 X90 Pro 加还能保持正确的颜色。放大看 X90 Pro 加的桥和墙都能明显保留住更多的细节，还有像这组远处楼房的反光，这组室内样当中窗外的高光，都能看出来在动态范围方面 X90 Pro 加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且虽然白天颜色表现不够好看，但胜在稳定，像这组稍微有点背光的场景， 12S Ultra 就会出现经典的莱卡蓝了，看着有点阴间，而 X90 Pro 加就能还原出真实的色彩。另外989加 V2 的组合使 X90 Pro 加的成片速度非常快，点开照片基本看不到它处理的过程，夜景的处理速度对比 12S Ultra 也要快上不少，很多情况甚至不需要转圈，自动模式一拍，点开图片马上就能处理好。同时我也不建议这代用夜景模式进行拍照了，相比于自动模式，夜景模式耗时明显更长，成片却毫无差别，没有太大意义。正好说到夜景啊， X90 Pro 加的两种色彩在夜景差异不大，更推荐鲜明色彩，会稍微浓艳那么一丢丢，不过真的只是一丢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在对比时， X90 Pro 加采用自动模式， 12S Ultra 尽量采用莱卡生动，当算法实在不积极时则采用夜景模式。得益于梯形镀膜， X90 Pro 加的夜景能更好地控制住杂乱的光线，看起来是更干净的，亮度也不像白天一样无脑提亮了，相反会适当的向左曝光，比 12S Ultra 更暗，看起来更有夜的感觉。细节方面，两部手机可以说放大了白天的特点， X90 Pro 加的动态范围小有优势，注意看广告牌这里，不管是字体还是图片都明显更加锐利，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锐化痕迹也加重了。还是那句话啊，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风格，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最后，这么大的底不拍全像素输出那不是可惜了吗？确实可惜，感觉 vivo 没有认真去做这个模式，颜色看起来奇奇怪怪，又像回到上代一样，画面很平很塑料，放大看细节呢也是完全比不上 12S Ultra， 噪点非常多，解析力也跟不上了，但室内场景却反转了，得益于更大光圈带来更多的精光量，从吊顶可以明显看出来 X90 Pro 加的噪点更少，解析力也要稍强一点，像是两部手机室外水平对调了，不过瓦片还是出现了偏紫的情况，颜色是真的有些拖后腿呀。小结一下，和 12S Ultra 的主摄相比， X90 Pro 加的优势在于更浅的景深，更好的动态范围和更锐利的画面，缺点在于大光圈所带来的副作用，还有更多的锐化，颜色也不够惊艳。聊完主摄啊，终于来到了我个人最感兴趣的镜头，中焦。其实在测试 X90 Pro 加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一英寸传感器已经大到裁切到两倍，得到的依然是接近二分之一大小的传感器，那这颗2.4分之1的758真的有它存在的意义吗？而且这种光学中焦镜头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最近对焦距离。我们先强制调出中焦啊，在 X90 Pro 加上强制调出镜头的方法特别多，包括专业模式、运动模式、人像模式和更多中的高像素模式。调出后我们能发现，对比 12S Ultra iPhone 14 Pro 这种主摄裁切的方案， X90 Pro 加的最近对焦距离会远很多，使用体验是偏弱的，那画质会不会有优势呢？于是我对比了 1.9 倍和2倍之间的差别，第一眼吸引我的就是颜色了，同样采用鲜明色彩，中焦明显会暗淡一些，看上去光感还不如 1.9 倍。而放大对比细节呢，我是真的看不出有什么优势，主摄裁切锐化重一点，中焦糊一点，硬说解析力只能说半斤八两，换到光线一般的场景更甚啊，中焦的颜色像是掉色了，完全没有室内暖光的感觉。大家还可以注意杯子上檀香的檀字，在这种场景下中焦的解析力甚至还不如主摄裁切，那这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在一英寸主摄面前这颗中焦意义不大呢？那就不得不从传感器大小开始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传感器大小其实是传感器的对角线长度，
比如全画幅传感器的对角线长度为 43.26 毫米，而手机大部分是由英寸来计量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英寸换算成便于比较的毫米。在传感器领域，英寸并非等于标准的 25.4 毫米，而是大于二分之一时英寸等于16毫米，小于二分之一时英寸等于18毫米。具体原因我们之后会出一期详细的科普。所以989的对角线长度为 1.02 分之一乘16等于 15.69 毫米，裁切到两倍进行输出时，对角线长度为 7.84 毫米，而758的对角线长度为 2.4 分之一乘18等于 7.5 毫米，是非常接近一英寸裁切后的。那说这么多，大小和主摄裁切后差不多的中焦有啥用啊？这时候我们就得提到，这次中焦抛弃微云台也要上 1.6 大光圈的作用了。因为前面提到过啊，主摄上了 1.75 的光圈，边画质就已经出现明显劣化了，没办法再上更大的光圈了，可中焦就没这个顾虑。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组和 12S Ultra 对比的样张中，焦外的虚化是明显更优秀的，而且画质虽然比不过自己的主摄裁切，但并不代表它不行，而是 X90 Pro 加的裁切做得太出色了。对比同是989的 12S Ultra， 能明显看出解析力的优势，可以说是一眼锐。要知道 12S Ultra 的两倍裁切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比 X80 Pro、 12S Ultra、 iPhone 14 Pro 的两倍， X90 Pro 加解析力最好的同时锐化痕迹也不重，相比之下 X80 Pro 有些锐化过度了， 12S Ultra 和 iPhone 14 Pro 的解析力则有些跟不上了。不过颜色泛白这个问题就是目前的短板，第一眼看上去确实不太好看，在夜景中这种画质领先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情况 12S Ultra 已经糊了， X90 Pro 加还是比较清晰的，并且是光线越暗优势越大。不过在光比特别大的场景下会莫名其妙出现非常严重的锐化，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种明显的过度锐化，光感非常差。但奇怪的是裁切到三倍这些锐化就消失了，就挺费解的。哎，讲到两倍怎么能不聊聊 vivo 引以为傲的人像呢？大家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它的抠像如何？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包括头发丝啊、羽绒服的毛啊，包括焦外的表现啊，有没有出现穿帮呢？任何穿帮都没有吧？因为这张照片的虚化并非算法算出来的，而是自然的景深效果，真的太夸张了，兄弟们！要知道，在这种大半身的距离，手机能纯靠硬件拍出这种虚化，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啊，可以说有点划时代的感觉了。和其他三部没有中焦开启人像模式的手机对比， X90 Pro 加因为是自动模式还是会有泛白的问题，四部手机均关闭美颜，放大来看面部是各有特点啊。 X90 Pro 加走的是和 iPhone 14 Pro 类似的真实风格，细节保留特别丰富，也没有明显的锐化。 Mate 50 Pro 和 12S Ultra 则像开了磨皮，肤色上 iPhone 14 Pro、 12S Ultra 偏黄，X90 Pro 加 Mate 50 Pro 偏白。其实这组顺光对比比不出来什么优劣，更多的是风格上的差异。那么这组大逆光的场景大伙可就原形毕露了， 12S Ultra 和 Mate 50 Pro 已经完全糊掉了，尤其是 12S Ultra 像是遁入虚空了。 iPhone 14 Pro 表现非常不错，虽然没啥细节了，但看起来是最自然的。 X90 Pro 加细节保留的最多，面部也做了提亮，不愧是逆光也清晰呀。这种优势不止于白天室外，在室内环境依然可以保持。夜晚逆光中，之前一直紧随其后的 iPhone 14 Pro 因为它那逼蓝宝石镜片表现是惨不忍睹了， X90 Pro 加依然保持领先。但在夜晚情况下，虽然细节保留的最多，锐化也变得严重了一些，画面是有一点脏的，肤色也出现了严重的偏黄。不过瑕不掩瑜啊，这种细节优势并非是简单锐化能换来的，所以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再加上这次的电影耀斑效果真的非常的带劲啊，抠像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对比 X80 Pro 这种低级穿帮已经很少出现了。不过像头发和羽绒服还是很难精确抠出来的，不如华为和苹果，但已经算是第一梯队的水平了。简单总结一下这颗中焦啊，它的优势就是它有着两倍中最大的等效光圈，可以轻松拍出非常明显的景深效果，解析力对比其他品牌也有明显优势。而缺点就是最近对焦距离远，颜色也不稳定，不止前面提到的泛白，有的时候还容易突然的抽风，再拍一张就正常了，夜景还可能出现前面提到的过度锐化，还是需要好好打磨一下的。那这就是这颗中焦的全部了吗？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
对比989拆迁后的1250万像素，这颗758有着5000万像素，所以它也可以全像素输出。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解析力的提升非常明显。尽管在光线一般的室内，优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没那么明显了，但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减少锐化，还是非常好用的。5000万像素更重要的优势，自然就是数码变焦的裁切了。比如这组2.8倍的对比，通过5000万像素中焦裁切过来的 X90 Pro 加就有着很大的优势。12S Ultra 只靠主摄裁切，像素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到达3倍后 ，12S Ultra 开启融合算法，中心画质会进行反超。表现非常不错，不过我们一旦看向边缘，没法融合的部分就会露馅了。 X90 Pro 加则一直能保持不错的发挥，但说来说去，这三倍已经非常接近长焦的 3.5 倍了，为啥不退两步用长焦呢？那我们就得问长焦了。 5.3 倍长焦会开启第一段超分算法，这个时候能发现取景框是有一点变白的，最终效果就是解析力能接近 12S Ultra 的原生5倍镜头，甚至噪点还会更少一点，不过颜色泛白特别严重，实际观感照比 12S Ultra 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而到达10倍就会出现第二段超分算法，能明显看到取景框的噪点瞬间消失了，颜色也没那么泛白了，甚至到了10倍以上它依然会有超分算法，解析力还能强过以继承光学著称的华为。我发现它是罕见的一个镜头用了两段超分算法呀，目的是什么呢？哎，我突然想起来，它的 1.9 倍甚至能打过它自己的两倍光变呀。于是我拿它的 1.9 倍对比 12S Ultra， 果然解析力有着天大的优势。 X90 Pro 加像是光变， 12S Ultra 则就是数码放大了。我还对比了 1.5 倍，也是存在不小的优势的，这还不是那种可以通过锐化换来的锐利，而是实打实的解析力优势。出于好奇，我又拿 Mate 50 Pro 的长焦进行对比，特意挑了 4.8 倍这个焦段。这个焦段两部手机都没有开始开启超分算法，也避开了5倍这个常用可能会被特殊优化的焦段。结果 X90 Pro 加还是能保持领先，配合上便于做裁切的两倍5000万像素758，我是否能得出这个结论？ X90 Pro 加这么多镜头，这么多段超分算法，为的就是让我们不论任何一个焦段都能拍出清晰的照片。所以不管是 1.5 1.9 还是 2.8 4.8， 哪怕是15 20， 所有倍率不分段都能享受到算法。可以说 X90 Pro 加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全焦段的手机，在我看来这也是划时代的一个功能。要知道非常多普通用户不像我们知道切换镜头进行拍摄，他们很多都是双指拉到多少是多少，大家有时候也会感觉想拍35毫米，想拍70毫米，却少有手机会有这些焦段。而 X90 Pro 加的这套算法可以让所有人在所有焦段都能享受到不错的成片，没有任何断档。像现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小米和华为也都是有空档存在的。其实 vivo 做这种全焦段是有些费力不讨好的，就这个功能大伙听我叭叭这么长时间才能 get 到，不管线上线下它根本就不适合去营销，去线下问销售，销售都够呛能知道，更别说讲给普通消费者听了，除非它线上开一个影像融合发布会啊。所以这个功能 vivo 做了是对它手机好不好卖没有什么帮助的，但却是真正解决很多消费者痛点的一个功能。这种做手机的态度是真的值得让人尊敬的。既然说到长焦了，我们肯定要仔细聊一聊啊。前面提到10倍时颜色会有一定好转，但这并不代表它的颜色没有问题了。比如这组超长焦的对比中，它的蔡司自然色又回到了 X80 时期那种寡淡的风格，第一观感有些发暗发白，远没有另外两张好看。放大来看，其实对于楼的颜色还原 X90 Pro 加是更准的，但你说它真实吧，当天是大蓝天它却给我还原成阴天。三部手机都偏色，另外两部偏的就是更好看一些。不过到了解析力环节， X90 Pro 加可就不困了，大家可以看楼的线条和框架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优势，对比其他两家只能说青出于蓝啊。换一个场景表现和上一组也是一致， X90 Pro 加的天空看起来会发暗，放大看墙上的纹理保留的细节明显更多，锐化相对也会更重一点，解析力可以说是技压群雄的。到了夜晚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X90 Pro 加就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硬件看得远才是硬道理。
所以 12S Ultra 表现最为出色。在光线一般的情况下对比 Mate 50 Pro， 两部手机都有猜字算法，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股神语。得益于 RYB 啊，在室内的解析力，两部手机就反过来了。 Mate 50 Pro 有着明显的优势，画面特别锐利， X90 Pro 加则是又糊又泛白，但其实它室内的解析力也不差，是 Mate 50 Pro 在室内太无敌了。比如这组圣诞树的对比， 12S Ultra 因为算法介入比较少，这种情况就有些糊了， Mate 50 Pro 则非常清晰，像是光变。 X90 Pro 加介于两者之间，也算是不错的水平。总体这次长焦的超凡算法在室外白天解析力无敌，夜景表现一般，比不过 12S Ultra， 室内不如 Mate 50 Pro， 不过也不算差。缺点就是颜色表现一言难尽，跟中焦一样特别容易泛白。华为 RYB 的长焦我感觉颜色已经够差了， X90 Pro 加这个发射能让我认为 Mate 50 Pro 的长焦颜色都不错了，希望 vivo 能尽快打磨优化吧。讲了这么多十倍，怎么能不讲原生焦段呢？很惊喜啊， 3.5 倍原生焦段没有泛白的问题，而是完全相反，走的是高对比风格，画面明显向左曝光，颇有点徕卡经典的味道。更惊喜的是，尽管曝光再暗，它都没有丢失细节，暗部没有什么噪点和锐化，就算后期调整曝光来提亮，画面也不会崩，依然高度可用，解析力丝毫不比 Mate 50 Pro 差。不过这种向左曝光的风格还是挺挑人的，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不喜欢的总会感觉画面欠爆了。可惜一到室内，这种风格就没那么讨喜了，没法还原出室内的环境光线，看起来像灯开得不够亮。到了夕阳的场景， X90 Pro 加的颜色也不够漂亮，老毛病又犯了，画面开始无脑提亮，数码味非常重。夜晚表现， 12S Ultra 和 X90 Pro 加对于灯箱的还原都做得不错， Mate 50 Pro 开始有些压不住了，变得极其不自然。三台手机对于天光的处理都有些欠佳， X90 Pro 加的天空太亮了，不够通透， 12S Ultra 和 Mate 50 Pro 只会有很多噪点，看起来特别脏。总体原生长焦的表现目前妥妥的第一梯队水准，在白天和夜晚都非常让人满意，唯独室内和夕阳情况下还需要进步。配合上超级月亮模式啊，随随便便就能在朋友圈整个大活。到了这里，不知道大家对 X90 Pro 加这颗新长焦满不满意呢？不管满不满意，我最后说的这点绝对可以夺走你的卧槽。像华为、小米有着90毫米、120毫米的大底长焦，却都不支持人像模式。苹果的77毫米虽然支持，但它既算不上长焦，底又太小了，所以目前长焦人像能够让人满意的仅此一家。90毫米长焦拍出来的这种纵深感是广角和中焦没法做到的，这个焦段也更容易构图，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真的特别像相机拍出来的。不止透视啊，更长的焦段也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玩法。比如这张照片是我站在隔壁楼顶拍摄的，照片后面浅浅的虚化加上这种明暗对比强烈的调色，看起来特别的立体。对比 Mate 50 Pro 没有人像模式的长焦就能看出来，不管是后面的瓦片、楼房还是整体的颜色， X90 Pro 加的长焦人像有多夸张，这在之前任何手机上都是没法做到的。 X90 Pro 加让我感觉到一部手机能做的事有这么多这么强，第三次带给我划时代的感觉。说完长焦，该聊聊最不起眼的超广角了。为什么说不起眼呢？因为它是唯一和上代没有任何变化的镜头。14毫米 IMX598 对比 12S Ultra 的586，两个传感器同样的大小，表现也基本跟各自主摄一模一样，都是非常优秀的超广角。 X90 Pro 加的细节会更多一些，锐化也更重一些，颜色依然没有 12S Ultra 好看。在夜晚， X90 Pro 加的超广角不会像主摄一样向左曝光，反而是和以前一样偏亮的，表现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在超广角这种不那么看细节的镜头上，我认为 12S Ultra 的颜色好看才是王道。最后说一下运动模式， X90 系列不同于 X80 系列把运动模式放在更多中，而是单拎了出来，配合上90毫米的长焦镜头啊，去拍一些小动物真的特别好用，焦段刚刚好，画质也不错。新加入的算法会使照片很少出现糊片，能捕捉到非常多精彩的瞬间。不过有得必有失啊，在快速移动的情况下， X90 Pro 加的算法会抓取前0.几秒的画面，所以明明在预览框中看到的是出腿的动作，点开却是出腿前。好在这次把动态照片也放在了运动模式中，还可以像苹果一样选取封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照片了。
简单总结一下拍照，它有着目前全焦段最好的画质，还有着很多颠覆的功能，本能称得上影像之王，却被颜色严重拖了后腿。主摄超广角颜色中庸，不够惊艳，中焦长焦更是连稳定都做不到，所以现在综合来讲，我只能说它未来可期。之前测试 X90 标准版的时候， V2 芯片对视频的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866硬件不够强。而当我满怀期待的打开 X90 Pro 加的时候，第一感觉却是失望。首先 X90 Pro 加这么豪华的硬件还是没法做到全镜头 4K60 帧，素质这么好的中焦最高只能 4K30 帧，真的挺可惜的。其次，手机刚到手的杜比世界只有主摄支持到 4K30 帧，比 12S Ultra 支持的还少。好在最近一次更新新增了 4K60 帧杜比世界。为什么要揪着这个杜比世界呢？不只因为它在相册回放中能看到更亮的太阳，更重要的是它能保留更多的色彩和亮度信息。这个优势不只局限于 HDR 视频，在我现在这个 HDR 视频中，杜比世界通过色彩空间转换依然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在这组 4K30 帧对比中，不止太阳能压制得更好，放大看暗部虽然解析力没什么区别，但相较于自动模式的彩照满天飞，杜比世界基本看不到什么噪点，画面看起来干净非常多。 4K60 帧情况下，因为自动模式动态范围继续降低，这一优势会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X90 Pro 加在 4K60 帧情况下画幅会有小部分裁切，所以想要用更多的画幅尺寸还是需要 4K30 帧。那既然这次软硬件都给到这么顶了，我们直接上点强度啊，跟 12S Ultra、 iPhone 14 Pro、 Mate 50 Pro 组个四大旗舰比一比。提前声明啊，四部手机全部开到 4K60 帧，能开自己 HDR 格式的全部打开，固定在同一支架上同时录像，之后用完全相同的色彩空间转换成 HDR 进行对比。进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 X90 Pro 加会有一部分裁切，取景范围上 12S Ultra 和 iPhone 14 Pro 明显更广。颜色方面，苹果寡淡，小米过曝，华为偏色， X90 Pro 加表现就刚刚好，是四部中的佼佼者。放大看细节，因为裁切的原因，防抖非常不错，在其他三部手机细微移动的时候， X90 Pro 加基本是静止的，并且我们可以观察后面大楼的纹理， X90 Pro 加的解析力也是一骑绝尘。 iPhone 14 Pro 因为硬件差距开始力不从心了，12S Ultra 则是锐化和噪点偏重，比不上 X90 Pro 加，而且墙面上的过曝有些太严重了。 Mate 50 Pro 重在参与。测光速度上， iPhone 14 Pro 压住太阳的时间最快， Mate 50 Pro 和 X90 Pro 加次之， 12S Ultra 最慢。而在这种直面太阳的场景中， iPhone 14 Pro 就能展现出它的统治力， X90 Pro 加和 12S Ultra 紧随其后。 X90 Pro 加太阳压制更好，但暗部细节不如 12S Ultra。 Mate 50 Pro 因为光圈缩小，太阳变成了多边形，颜色也有些奇怪。镜头镀膜方面， X90 Pro 加和 12S Ultra 在这个场景下表现都非常不错， Mate 50 Pro 和 iPhone 14 Pro 的光斑就过于明显了。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段人像和收音对比。我们现在测试的是 Vivo X90 Pro 加、小米 12S Ultra、华为 Mate 50 Pro 和 iPhone 14 Pro 他们在白天场景下的人像和收音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四部手机哪一个人像表现得更好，同时哪一个收音表现得更加清晰。收音方面， Mate 50 Pro 表现非常突出，像是外接麦克风录出来的， iPhone 14 Pro 紧随其后。 X90 Pro 加的声音清晰度不错，不过有些发闷， 12S Ultra 则降噪一般，声音不够清晰。而在人像方面，又是 iPhone 14 Pro 的秀场了，肤色和光线分布都最自然。 X90 Pro 加表现得也不错，除了肤色有一些发黄外，已经非常接近苹果了。 12S Ultra 的面部有轻微过曝，表现一般。 Mate 50 Pro 就有意思了啊，我脸红温就算了，我这羽绒服咋还变色了呢？红凯是吧？最后在白天我们来一个终极难度的，将逆光和人像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下，手机需要去抉择保人像还是保高光。我们直接进入对比啊，苹果和华为不愧是国际大厂啊，对于人像和高光，一个全都要，一个全都不要。而 X90 Pro 加选择了保人像， 12S Ultra 选择了保高光。不过 X90 Pro 加带来的一点小惊喜是，当我回头的时候，它会立刻把高光压下来，而我再次正面镜头，它又会恢复之前的状态。
我觉得在视频能力有限的当前，这种策略还是很聪明很不错的。到了夜晚， iPhone 14 Pro 依然是统治级别的，光压质表现最好，画面非常干净通透。 X90 Pro 加这个杜比世界目前在夜晚的高光压质非常一般。放大看人脸啊， iPhone 14 Pro 非常清晰， 12S Ultra D2 锐化稍重， X90 Pro 加就有些糊了，表现实在不尽如人意。更可惜的是什么呢？是它的自动模式明明可以压好高光做好色彩的，可自动模式放大看又全是锐化和噪点，就非得二选一，挺蛋疼的。另外之前没更新 4K60 帧杜比世界测试 4K30 帧的时候，它甚至有比 iPhone 14 Pro 更好的画质， 4K60 帧却做得不够好了，属实有点可惜，希望 vivo 尽快打磨吧。毕竟 4K60 帧杜比世界也是这个版本刚做出来的，极限暗光 4K30 帧开启夜景模式， X90 Pro 加的画面非常清晰，甚至超过了 iPhone 14 Pro， 而且观察手臂摆动没有出现明显的拖影，说明并非是通过强行降低快门速度来提亮画面。在这个环节 X90 Pro 加的表现非常出色，可惜啊，一到 4K60 帧 iPhone 14 Pro 面前就众生平等了，四部手机只有苹果还能看得清人，其他三部全部只剩下个剪影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录像方面， 8K 视频 12S Ultra 能拍摄24帧，而 X90 Pro 加可以拍摄30帧，不过没有防抖，所以画幅会大一大圈。为了方便对比啊，我手动给 X90 Pro 加加上一个防抖，两者都有着非常出色且锐利的画面。放大看细节，两部手机都非常夸张了， X90 Pro 加的细节稍弱于 12S Ultra，但锐化会更轻，感觉视频对比中两家对于锐化的态度像是拍照反过来了呀。长焦录像表现就令人失望了，明明和 Mate 50 Pro 同样的焦段同样的硬件，结果画面裁切更多，动态范围更差，防抖表现也一般，画面一直进行小幅度的抖动，看起来特别不自然。对比 12S Ultra 更能看出来啊， X90 Pro 加的裁切真的好多呀，90毫米的焦段裁切的跟人家120毫米差不多了，表现着实太一般了。超广角经常用来做超级防抖啊， 12S Ultra 开启超级防抖 Pro， X90 Pro 加开启地平线防抖，在这种情况两部手机都只能录制 1080p 30帧了。实际表现上 X90 Pro 加裁切会更多，防抖效果也稍差于 12S Ultra， 而且还会出现特别多的彩色噪点，表现非常一般。总结一下录像，这次 X90 Pro 加的主摄解析力可以说是所有手机中表现最好的了，它能在保持最多细节的同时还没什么锐化，这点十分难得啊。另外在测光速度、动态范围、人像等方面，它也已经非常接近苹果了，表现很出众啊。缺点也很明显， 4K60 帧画幅有一点裁切，夜晚强光的情况下也需要多多打磨，总体表现差强人意啊，差一点让人满意啊，也是未来可期。不过除了主摄，其他镜头都没有好好打磨，水平基本还停留在上一代，这点是非常可惜的。最后说一下专业模式，跟前面一样啊，有值得夸的地方，但总是差一点。首先拍照中的 Super RAW 之前就有啊，它像苹果的 Pro RAW 一样是带有算法的 RAW 格式，而 X80 Pro 开启 Super RAW 的时候是没法调整参数的，我们随便拉一下快门时间，可以看到上面的 Super RAW 就会自动关闭了。其实也正常啊，苹果的 Pro RAW 也没给我们调整参数的空间，但这代不一样了，下面的参数随意调整，比如快门时间我拉到32秒，它依然是可以开启 Super RAW 的。但是因为 Super RAW 是需要多帧合成的，实际成片的时间是快门时间的10倍，这就算了啊，出片还容易局部糊，明显算法合成有问题，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其次就是专业模式中视频支持的帧率非常多，大部分厂商包括苹果都只支持24、30、60这几个帧率，而我们国内的交流电是25赫兹的，所以当我们用30、60帧拍摄不太好的光源时，尤其现在硬件越来越好，这种闪烁就会越来越明显，很难消除。而25、50这两个帧率面对这种情况就不会有问题，其他手机想拍25帧都需要去用第三方 APP， 像我的 AR 都是拿 iPhone 14 Pro 录的，一直需要用 ProTag 调整成25帧。 X90 Pro 加给了这个帧率还是非常贴心的，但是专业模式能拍这么多帧率，自动模式杜比世界却只能拍30、60帧，挺蛋疼的。再者就是相册了，
除了前面说的显示鲜明色彩会出现色彩断层之外，其他方面表现都不错。杜比世界播放做得很棒，能明显感觉太阳真实了非常多，基本和苹果是一个水准。但是又是但是啊，视频这么多帧的 HDR 显示都做出来了，照片的 HDR 显示却还是单纯的整体提亮，并没有找到发光点来单独提亮，距离苹果华为还有不少差距，着实可惜。聊了这么多啊，给大家总结一下 X90 Pro 加影像能力的优缺点。它的优点非常突出，第一，它是第一款真正做到全焦段的手机，每个焦段都能有最好的画质。第二，它是目前拍人最好的手机，也是唯一可以拍长焦人像的手机。第三，它的主摄视频画质非常突出，整体录像水平已经接近苹果了。它的缺点同样也非常明显，第一，它的颜色不够好看，中长焦段还非常不稳定，这是目前最致命的缺点。第二，某些夜晚环境还是容易过度锐化，导致数码味特别重。第三， 4K 60帧杜比世界目前夜晚表现还是有待提升。总体来看啊，这部手机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同样也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可惜，让我一直处于卧槽牛逼和哎可惜这两种状态之中，到最后只能说它未来可期。如果说让我出去拍照，只要不是拍人，就因为颜色一点，我还是会选择 12S Ultra。这也是为什么 X90 Pro 加有这么好的画质，这么全的焦段，我还是不能称之为影像之王，只能说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产品。当然，它的大底、大光圈、中焦、全焦段算法、长焦人像，这些都是我认为非常非常好的方向。我非常尊敬这种切实为用户考虑的厂商，也尊敬 vivo 对于自己方向的坚持。在如今浮躁的数码圈，不焦不躁。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着重去宣传。所以，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方向很好的话，一定要多多三连，让更多人看到这期视频。消费者看到了，能更懂自己是否需要这部手机。vivo 看到了，能尽快改进目前的问题。友商看到了，可能也会跟进这些方向。好的，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看到现在，我下周我得哈黑给。